香港人最讲求效率，住屋当然要方便就脚，所以地铁上的物业一向都非常吃香。汇景花园正正坐落在港铁蓝田站上盖，是少数不属于港铁发展的铁路上盖项目。二手物业市场活跃，除了港铁广场的基层，更是公共运输交汇处，为九巴、城巴和区内小巴的总站，交通四通八达。同时屋苑邻近东区海底隧道，只需十零分钟就可以驾驶去到港岛东区或者铜锣湾。蓝田站亦设有24小时跨境快线往来皇岗口岸，出游或者公干同样便利。另外，汇景花园设有商场，即是汇景广场，居民亦可以选择搭扶手电梯去到毗邻的启田商场。两个商场都有不少民生商铺、时装、超市和食肆选择。而翻新过的启田市场亦可以照顾钟情于街市买餸的厨艺高手。汇景花园的规模亦都不小，一共有17座，近似 U 型排列，主要提供两房至到套三房，大厅是钻石型设计，外排单位以附近物业景观为主，部分可享维港景致，内排主要望内园楼景。屋苑设有住客俱乐部，备有多种设施，包括园林和球场，附近亦有晒草湾游乐场，提供儿童游乐设施和棒球场。